谢谢田先生，确实非常好听。那个普吉岛成功了，大奖还要挑战要去吗？下一步？那个不挑战了。太好了，因为我请不着这么长时间假，护士挺忙的。欧洲十国是七年。那个玩的开心一点啊！谢谢，谢谢你。这边，普吉岛这边。好，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场。Hello， 老师好。你好。孟老师好，还有郭老师好，美女和帅哥你们好，我是来自深圳的。你会吹口哨吗？不会。你会杀猪吗？杀猪我不会，我可以杀鸡。哦。因为我是网络首家仙女私房菜仔鸡送。你是负责做菜还是负责往外送？都有。先杀鸡做菜。对，杀鸡然后做菜然后再往外送，而且我是仙女。最有意思就这个。我问你，仙女怕电击吗？不怕，你试一下。来踢我。没有，是在脖子后面。啊，不留着你还有用呢。啊，来看看对面八个表述。普洱普洱茶针，纯粹普洱茶精华，清润身心，品味健康。天士力地普洱。我选这个一号。一号，我爸为拍美女用我做幌子。等一下。啊？什么是？幌子，幌子你都不懂吗？比如说你那个私房菜，用你做招牌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懂了吗？应该懂吧？贵姓姑娘？贵姓刘。好，牛小姐啊。刘。刘。对。哦，裘小姐，那么什么？刘。侯。刘。侯。刘。刘。免贵姓刘。走。刘。好。你换一个，我们聊到一块儿去。这个来自哪里？来自湖南。哪里？湖南。好，来自福建的姑娘。好，郭老师，我们回上面吧，不在这里了，太危险了。听段相声啊，先听一段。干正事，干正事啊。来自湖南的刘小姐。哎呀，我成功了，真好啊。做什么工作的姑娘？网站编辑。啊，你今天这个小鸭子好可爱啊。啊，电脑给我准备的，他让我这样。啊，那个你父亲为了拍美女用你做幌子。这个我没听懂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特别喜欢给我拍照片。现在也没多大呀。啊，长不大。冒昧的问一下你，22。没有问多少斤，我是想问。我不想说了。你都不爱理我了哈。我不想说。你不说我电击你。好胖、啊。我特别爱跟那个这样的女孩聊天。我特别开心。把你前爪拿下来。我们正式开始做节目好吗？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啊，以前是电路工程师。电机工程师。绕不开这个了，活不了啊。为什么要拍你做幌子呀？就是我小时候他特别喜欢给拍照片，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去水上乐园玩，然后当时身边走过一些穿那个泳装的很性感的美女。那天仙啊。然后他肯定是想拍美女，然后他就说，满仔你到那个水里面去，爸爸给你拍几张照片。然后他就在那里啪啪啪狂拍，我就站在那水里。你爸爸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你父亲知道吗？他知道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妈妈知道你妈妈当时在干什么？在家杀猪。我妈不在。你妈不在吧？我们两个在水上乐园玩。你爸真狠心，为了拍美女让自己闺女。站。可以给我说一句话吗？幌子的意思就是借口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幌子是招牌的意思。原意指的是招牌，就如同你跟我们说你是仙女的意思是一样。不一样，我真的是仙女。为什么广东来的女孩都是这种样子？还要，我很喜欢。我们好久没见广东女孩了。来。